发生了？我才不去，我早上还鞋还没上厕所。厕所现在没人，你赶快去。我不要，不你好烦呐、啊，你这个人真是烦呐、啊。Yeah, we'll go together. Yeah, 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you? Yeah. I'm with her. Okay. Yeah. Okay, please. Thank you. You know? No, I never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see. Yeah. Okay, you don't know.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I'll go to the toilet, okay? Toilet! He's gone to the toilet! Toilet! I'm here for him! Why are you so unmannered? It's my turn! Hey, yeah. My mom and auntie are always fighting. Who knows? They must be cursed. Must be. I wish they'd get along before we leave Peking, you know? Me too. Hey!哎，下狼了！哦，你好，啊，这边的 Becky 哦 ，Yeah， 啊 ，Becky 没在哦，哎呀，好了 ，OK 了 ，Yeah， she's good， now I'm covered completely， 是吧？万一他们派了个代表啊，到了北京了，要我马上赶过去跟他谈事情 ，So， 什么事嘛 ？Anyway， if she moves， I cannot risk to watch the camp， 是啊，啊，那个是，哎，他马上就要走了，那好忙啊 ，Yeah， very busy， yeah， I go first， OK。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bye-bye. Bye-bye. 陆小，怎么了？你鞋子还没换呢。马上换。OK。都俾个样我真系变成咁样嘅。钟哥，拿方便。都翻晒啦。啲人话生命力强嘅人，连啲伤都快啲好噶，嗬？做咩？木口木面咁失恋啊？
鲍鱼啊，十卷相思啊，相思啊，生命力强嘅人又嚟一见。哎，老板娘在不在？啊？收啊嘛，我放知咯。哇，喺度啲。哎，美强。哎。哎，你怎么还来呀、啊？哎，里边坐吧。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一杯，我再跟你说。干了。很重要的事情，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到了夏威夷去了。哇，我表演冲浪，好多人在沙滩上看我表演呢，我就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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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一个好大的浪就打下来，我一打打到那个海底里面去，我就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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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好多的海水啊。那你醒过来吗？哎。你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哎，我老了，以前我是滑浪的高手，现在不行了，我快五十了还长得那么年轻。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已经拉了三次皮了。我那两个儿子长得人高马大，我老婆啊，越来越像我妈了。不是啦，你老婆还是漂亮。漂亮有什么用啊？没感情有什么用啊？没有感情，还有恩情吗？恩情，我告诉你，他以前是个小歌星，是我给了他荣华富贵，到头来还是要约束我。我就好像在那个海底里啊，我都快窒息了。他又要控制我，我又要离开他。我不想死在海底，你知道吗？那你接受现实了？不，我一定要跟他离婚。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我还年轻啊。那我没话讲了。怎么？你不同情我？当然不同情你了。我是一个女人。哎，长痛不如短痛，我要是不跟他离婚，我会很痛苦的，你知不知道？哎，我劝你不要离婚，你喝太多了，你应该回家。不，我不回家。你听我说，如果我离婚，你会不会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我喜欢的男人。你，哎，好好好。这样子，你听我说，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哎，是不是给你了？你什么没有啊？收下。我不能收。哎，为什么？不能收啊。为什么嘛？你就把你当成你是我的偶像啊，我是你的这个影迷不就成了吗？为什么不能收？不能收吗？拜托拜托，不能收。我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请你回家。我不回家，家是海底，你是巨浪。快点啦，收工啦，张总。请回嘛，你就收一下嘛，你拜托拜托拜托，我求求你们。好了好了好了，那我收了，你回家吧，我送你回家。我不回家，我不回家，回家。不不不，我送你回家。我不回家，回了。我喝酒了，我不回家。立即到，家是海底啊，你是巨浪。对对对，我是黄水冠军。什么？让我去劝他？对了，
你三叔现在他在水底里面，你快去救他吧。这个任务太艰巨。如果是简单任务，要你去的话，不是大材小用啊。这个，为了这个家，为了龙堂，你要去。那好，你给我想想办法，我跟他谈什么？谈亲情，用亲情可贵，跟他谈。亲情啊，三叔，亲情可贵呀、啊。然后呢？然后跟他说，中年人不一定找到第一个村才感受生命的乐趣，譬如夫妻俩共同培养一个爱好，玩玩电脑啦，做一些工艺品啦，鉴别一下古董啦，一起练练气功，打打太极拳什么的啦。对了，你说的真对。但是这个任务仍然很艰巨。为什么？为什么？你别忘了，我和三叔是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他是资本主义社会，我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有亲戚之名，无亲戚之实。再说，他还是我的，长辈。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跟他了解？以朋友的身份跟他沟通沟通。沟通？行啊。你能不能给我提供大量的资料？什么资料？就是他跟你谈话的内容。你别误会，我不是要揭别人的隐私，但是我看见他推心置腹地跟你吐露了很多心思，起码比我吐露的要多吧。好啊，为了你三叔这个家，为了龙堂，什么事什么人你什么都可以讲。好啊。满意了吗？满意了。你问呢？你说呀。你问我啦。等一等，说吧。你不问我怎么说？练气功？你在开什么玩笑啊？我认识北京好几个有名的气功师，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你到底想说什么？不要拐弯抹角的好吧？我希望你们这次的北京之行能够快乐。谁说我们不快乐？你不要听阿平乱讲好不好？我们快乐得很呢。哦，你以为我要在苏美长的身上找回第二春是不是？我告诉你阿忠啊，你是我的晚辈，我的事不用你来管，也不需要惊动任何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哎 ，Maggie， 哎 ，Maggie。Hi guys。You okay? How's your mom? Is she okay? Yeah, I guess so. Wanna go have lunch? Oh, you guys go. 那你呢？我回家了。Yeah, let's go have lunch and then go home. 不去了，等下去了。我去了，老外。Let's go. 哎呀，乱七八糟的小孩子在干什么？也不整理。出去玩就不管。跟昨天那个北京来的朋友谈生意。哦，拜拜。拜拜。老婆，这个给你饭来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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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当然是有事了，你开门呢。怎么是、哎、你哭过呀？没有啊。三哥呢？出去了。他昨天晚上是不是很晚才回来啊？你怎么知道？哎，这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早就采取行动了。采取什么行动啊？我真的是不愿意看到本来是同名鸟到北京来回去变得纷飞燕了。你在说什么啊？这如果你没有勇气面对的话，我就不说了。说嘛，你就说嘛。进去我跟你说。哎，张叔，我们找阿平。嗯，我跟你说，我是你的长辈，你要尊重我。当然了，不要随便在外面乱说话。你不说话，没人说你是哑巴啊！哎，美强，我有话跟你说。你呀、啊，给我来个 Brandy Double，OK？、Okay? 美强。啊，哎，你怎么找来呀、啊？啊，坐坐坐坐，坐坐。啊，我今天是来跟你道别的，我要回台湾去了。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哦。Brandy 不止 Double 啊。啊，哎，没你的事儿啊。嗯，我办妥了离婚手续之后呢，就回来分家产。然后我准备在北京另创新生，跟你。这礼物我不能收。我知道你很固执，可是我比你更固执。这个礼物本来就是买来送给你的，如果你不要，你可以送给别人呢、啊。要不然你把它丢掉也无所谓啊。OK， 来吧来吧，你就收下了吧。我不能收哎、欸。我是阿平啊，上车，这里留班，快点，路过大风山，救命啊！杜兄，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皮在痒对不对啊？太久没有扒你的皮了，我跟你讲，你有种，你敢来陪那个臭女人，还买一个跟我一样的别针，你不想活了你啊？这是刀货、哎，你凭什么？哎，冷静点，冷静点，你敢有话说，有话说。帮着杜兄欺负我。
休息会儿，先休息。我不要，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妈，赶快倒杯茶。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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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命好苦啊！你爸爸背叛我，我现在怎么办呢？行了，好了，好了，我休息一下。你们跟我实说，你们帮着你爸爸瞒着我？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那么爱你们，我们不能这样子发生的。放心吧。不要我！Told you not to tell her. Look what you've done. What? She asked me to tell her what we saw the other night. It's not my fault. 你错了。So? I didn't know she would be that hysterical. You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行，跟三婶说一声对不起，那就没事啦。我干嘛跟他对不起啊？他也有错，他居然连我都敢打，你看。那女人了吗？不使冲动法见人，你是男人大丈夫，你要几罚的低吗？哼！那还好，你睡我房间好不好？不用了，我睡不着。好了好，你先回去睡吧，不用管我了。我真的睡了啊。嗯。你听我说，从头到尾都是你上次缠着我，你是知道的。我是开门做生意的，我不能够。这个还想搞出我们行会进击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事情，你可以问杜平。你为什么不说话？难受那个是我，不是你啊。你听我说，美强，你只要开那个酒吧，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今天弄走个三叔，说不定明天就会碰上个别的什么人，你怎么办？有你在。那我要是不在呢？靠我自己咯。那既然这样，以后再谈吧。走进陌生的街头，越走越慕，尽是新鲜。